今天中午，快乐大本营官方微博晒出何炅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大家好，我就是马栏山蔡徐坤，本场唯一的个人练习歌手何炅。”照片中，何炅上衣贴着“个人练习歌手何炅”的标签。随后，何炅转发该条微博，称：“这位蹭热度的朋友，你以为装乖巧就会有人 pick 吗？”没想到这条微博竟被蔡徐坤本人评论 pick 何老师，如此高调的互动也令网友对两人之后的同台充满期待，期待两位再同台我都 pick， 哈哈，恭喜何老师 C 位出道，何老师我们 pick 你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